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RN Your Name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陈好球的演艺人生。在1960年代的中期，陈好球就加入了众新星剧团。自此一路去到1990年代，陈好球都是在众新星剧团里面担任正印花旦的。一路直至到1977年，由于陈好球就旧患复发，不能够演出，所以林家星先至另觅新的配搭。在70年代五大花旦之中，江雪露就欣然答允了，就帮林家星做新的配搭。而第二花旦就暂时换上了李香琴。一路至到陈好球复原之后，先至就改翻由陈好球就做翻呢个正印。咁时间就一路去到1992年，咁陈好球又再次因为健康嘅问题，亦都要临时咁辞演啦。咁于是乎，众新星剧团又要暂时咁换上咗尹飞燕嚟到顶替阿陈好球嗰个位。咁另外喺1994年嘅棚戏之中，就亦都由邓美玲嚟到补上呢个位。喺1994年以后啦，咁虽然阿陈好球个健康啦，就已经不及当年啦。咁佢演出嘅次数啦，亦都开始减低咗好多啦。咁虽然话佢演出嘅次数系减低咗啫，咁但系佢仍然系重质不重量噶。咁每次有演出嘅时候，佢都必定全力以赴噶。咁而且仲经常花出数以倍计嘅时间嚟到排练，咁做到敬业熬业嘅精神。咁呢一个咁嘅精神啦，系相当之值得后辈学习嘅。喺1990年代嘅中期，咁陈好球就曾经参加过好少年剧团。咁喺好少年剧团里边啦，佢就曾经参演过吕蒙正啦、赵氏孤儿啦，同埋《民基归汉》等等呢啲剧目。而喺2003年沙士期间啦，咁陈好球啦，亦都为咗支持阿林锦堂筹组呢一个锦添花嘅演出，咁就帮陈锦堂合作咗两台戏嚟到帮佢打响头炮。然之后啦，跟住就等新人接上。此外，陈好球为慈善演出啦，亦都不甘后人咯。佢曾经替欧阳剑嘅遗孀筹款义演呢个电影《春满帝王家》，是相当之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此外，他亦都参加过戏曲天地敦煌慈善夜的演出。咁喺呢一个慈善夜嘅演出里边啦，佢就唱出呢一个《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会》。另外，佢亦都参加过国际妇女会《粤韵名曲
乐声平的粤剧筹款晚会，咁佢里边佢就合唱了一曲《艳曲醉周郎》。另外在2004年，国际妇女会暨老人中心的筹款晚会里边咧，佢亦都参演啊，唱出《七月七日长生殿》。此外，他亦都曾经和名伶盖明辉、陈少峰、林锦平、倪慧英、曹秀琴等人就灌录唱片，咁就帮呢一个灵实基督教协会啦就筹款嘅。至于喺粤剧嘅教育方面啦，陈浩球亦都系不遗余力噶。佢曾经同阮兆辉、梁汉威、新剑郎、黄超群等人啦，就担任粤剧曲艺证书基础课程嘅顾问。咁香港演艺学院喺2006年啦，就颁授咗荣誉院士呢个名衔啦。就俾阿陳浩球噶，咁喺呢個頒授裏邊啦，喺一個讚詞之中啦，就提及陳浩球對粵劇嘅傳承同埋貢獻。咁喺頒授嘅讚詞裏邊啦，就係咁樣寫嘅。多年嚟，陳氏為咗慈善演出，不甘後人。并且将一生奉献给粤剧，自香港演艺学院中国戏曲课程开办以来，多次莅临观看学生的演出，给予宝贵的意见。2005年，更加同多位名伶一同带领演艺粤剧学生。参与演出新编长剧《乾坤镜》，对提携后辈不遗余力。咁陈浩球嘅德艺兼优，堪称啦就系粤剧界嘅典范。咁由于陈浩球多年嚟致力于推动粤剧嘅发展，贡献良多。咁喺2008年啦，陈浩球就更加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与荣誉勋章，咁因此咧就系被封为艺术旦后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陈浩球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休息一下先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N 与阿 M 频道。好，我哋下一条片继续同大家分享陈浩球嘅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